诚信民众于21日晚间8时许，因至中和区中山路加油站加油，因为加油的过程中啊，汽油喷溅到油箱的问题，与加油站的刘姓员工发生言语争执。争执当中，诚信民众遭刘姓员工挥打一拳，而至本所报案提告。那本所呢，受理后收集相关事证，并通知双方当事人制作笔录，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。